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7日讯，今日，开拓者星源小德里克琼斯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到了自己今年休赛期的转会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小德里克琼斯与开拓者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、总价1900万美元的合同。回热火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，他们也希望我回去，不过很可能只是1年的合同。小德里克琼斯在采访中表示，如果热火能给我更多的出场时间，并让我在比赛中做自己的话，我相信我会与他们续约的。如果给我的出场时间足够的话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上赛季季后赛开始前的受伤打断了我的势头，人们都知道我能在进攻端做出贡献。小德里克琼斯继续说道，我来到开拓者后，我相信我能和罗伯特·科温顿一起为球队提供很多的帮助。我将会在比赛中去防守对面最好的球员，这是我想要做的。我想在未来拿到最佳防守球员奖。我希望能减轻达米安·利拉德和 CJ 麦克勒姆的进攻压力，我能在拿到篮板后自己推进到前场，我希望承担更多的进攻责任。小德里克琼斯最后补充道。小德里克琼斯在上赛季季后赛之前与步行者球员戈加比塔泽相撞，扭伤了脖子，并最终被担架抬出了球场，现已痊愈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小德里克琼斯场均出场 23.3 分钟，得到 8.5 分、 3.9 篮板、 1.1 助攻。编辑姚凡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